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在今日的常规赛中，76人主场112-105胜公牛。本场比赛，76人中锋乔尔·恩比德上场35分钟，26投17中，得到50分17篮板5助攻2抢断4盖帽。赛后恩比德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全面的进攻技术，说道，这就是没有人能防守我的原因，如果你紧逼我，我有办法上罚球线，或者我能到篮下，如果你给我空间，那我有犹豫不跳投，以及我最爱的就是干脆的持球跳投，我在低位总能得到这样轻松的出手机会，所以当你有这么全面的技术，别人就很难对付你。持球的时候就是运球创造机会，我在我的比赛里引进了许多技术，很多效果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